就岩浆，你看到他们？铁、铁，你们要做做装备吧，先上来啊！来我这里有21个，13个还没烧的。我先做个胸甲，做个裤子，做个帽子。来，好，机器人上来就给你吧。好，哦，给你吧，给你吧，给你吧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哎呀，31个，给你自己摆。哎呦，好多、哦！看一下，这样，有，有，六，这上面有六个，六个，六个，摔倒了！你怎么受伤了？你怎么受伤了？摔倒了。来捞了，我来捞了，来捞了，我的岩浆呢？哎，岩浆在我这里。哦，你捞走了哈？还没捞走，我只读稍微读起来。他在哪？这个，你后面这个。他去擦鞋子嘛？对。啊，你有整套了，等下上来拿吧。耶！铁。24层。7、13、19、25，繁星的整套也完成了。哇！好了，我们就两套铁装了。对，阿基尼到鞋子，列维啊 ，Take it。嗯，臭臭的。干净的啦，新的好吗？啊，不要新的都有那种臭味啊！好，对，新的那种臭味，对。嗯，什么铁啊？12。繁星，你要不要上来领你的铁装？铁。等一下。哦，这里。哦，看一下，我们还差5个铁，就有第三套铁装了。啊，我又摔倒了。你哪一个小丢啊？铁，这里有好多铁，好多铁。这什么？哦，有。铁。擦帽子。一个铁，两个铁，三个铁，四个啊，五个铁啊。有没有？里面好像有洞。哎呦，我这是圈歪了。哦，这里是圈内。好，那我把炉子收过去。动一点点就好了。我把炉子收过去。这里12个铁。你们在底下吗？我在下面啊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一个 ID 在那边跑来跑去。铁，哎，这里过不去了。你们出得来吗？我出来了。天，这是你们在哪里啊？我是回家了、啊，不是这里啊。我是出来外面的，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。这里感觉不是你们走过的。这里有个 ID 是谁？我刚好看到、听到附近有人在挖，我先回去。拿装备，好，是谁？他记得他自己在头上。哎、欸，因为工作台我要做一下武器，我还没有武器。工作台啊，工作台我放在那边。啊，那用那外带过来吗？我去带过来，去带过来。在上面吗？你现在有看到吗？欸、有。这边。这里回去的路在这边，对。哎呦，东西该带走带一带喽。这里，哎呀，胖胖，谁？你说谁？我是说我胖胖，我胖胖。哎呀，你要喝吗？还是下去再喝？下去再喝，下去再喝。繁星找了，找了。啊，谁的话？我是我。
莫非是铁镐？没事，哎，小心！嘿，是小季。那你要小缩心。小，嘿，对，我公牛哎，有食物了，哎，刚没生出来哎，突然生了。刚生出来，哎，我们这里都是边界哦，哎，刚刚这里还是圈内啦，现在边界我。哦，这里啊，这里，这边，对对对对对，好啦。这边，我成塔，然后繁星立耶，我插一个帽子。哎呦，差点碰到！我有9个铁，我有12个铁。烧一烧吧。三四，这里。电，这个铁电，三铁。四，好，要给我留点铁，给我做个帽子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然后等下一个铁都没有，嘿嘿嘿嘿嘿，我留3个铁，这个桶水桶，四，五，可以做帽子了。他们哪里？然后做个铁斧。然后做个铁斧跟铁剑，铁斧啊，将银枪，嘿，火热的东西，他们在哪里铁呀、啊？斧，边那边对面铁的边剑，界也都看到了哎、欸，他们在哪里？边界在我们后面呢、欸。我们这边刚好是最角落，我看到他们了，哪在底里？下，底下，底下。真的？哪有？我们在圈外，X 走是圈内，所以是往前面我要走往吧。前往前走，好，那就往前走了。走，好，往哪走哪？边？前面，我这烤边个吗？食物好不好？我看到在底下，他们在底下，峡谷底下。对啊。放不到水，这里啊，这边可以引流喽。有了，下去了。你要食物吗？我保湿度满的。不用买。好，往哪走？五在七底五下六吧。十，七五六十，往左边走，六十，一先直走，走，一先走，这样子直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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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在对，底负下六呗。十四，那个人那物是如谁放的？他们的吗？他们的啊。那负六十是另外一边吧？对耶，对啊，我挖错了。所以是路口那边。繁星，你要不要进来啊？哎，我们在里面。哦，直接从里面挖、对啊，他就在挖。这一圈很小嘞。嗯，应该最后一次缩圈了吧？对啊。蝙蝠烧到了。挖到了，抛开，咦？这是圈内，他们刚刚看了一眼，巧克力还是全身皮革装啊？应该也是嗯啦，因为他被打一下就死了，皮革装也装应该也差不多啊。他们在挖。听声音，我开个声音啊！我有在看，朋友停下来了，脚步声。哦，哎，来了！没事，我哎，小心！好，我在哪里？没事啊，因为我在哎，他们中间放了岩浆桶啊。
干嘛干嘛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对，两两。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不要跑嘛！耶、yeah! ！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来嘛！你想干嘛？耶、yeah! ！看阿庆脚下放岩浆不会摔死哦。呀！第一波这个你就已经太惨血了。对啊，我们刚开始两队相遇是怎么回事啊？真的。对啊，谁断谁离啊？我们刚刚一直在看你们两队互绕，你们这里是一个那个、欸、跑道，就是大家一直绕这峡谷，一直绕一道渠道一道。因为我听到隔壁有声音啊。只能用烧的、啊，血量差太多了。对啊。欸、我们刚刚就在想，怎么不集中打，把一个带走来陪我们。真的，我刚刚全部开打的。哦，哎、欸，小李超会水中打的哎、欸，我一直狂揍，那攻击距离感觉都超远，然后而且超准的，都很长，都很长。哎、欸，我刚刚一直在研究，我都不能游泳。因为那个游泳模式就不好打，然后小李都打超准，嗯、打超准，有偷练哦。厉害厉害，那这样你就是被打的份啊！没有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是我那个游泳不是按 W W 就可以在水里游泳吗？你最后都被我们当排球打、啊。在 W。哎，可是水里游泳不是 W W 就可以游泳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要蹲下来要 shift。可是我按 shift 以后，它是没关系，你就是被打来打去。卡键吧。妈呀，我还是有打到团团的哦。哎、欸，你一点八点灰打。哎，我的时代还在一点二，好吗？太久了，你的时代，他已经从一点二变一点八了。我只是看到你在那个洞口外面，然后那边狂挥，不晓得在挥什么。哎呀，就习惯了。来啊，洞窟可以再来啊。嗯，好，好啊。希望不要再传到。刚才也在死一样，死一层挖矿啊。我们有啊，没有？那我们是弟弟，弟弟看这样，就是岩浆，我们都绕着跑。哦。刚然后换就看到，我就看到奇怪，那怎么头上有头皮屑？我一挖开直接看到你。团团在我旁边还说：“哦，他刚刚在上面挖。”我说：“不是啊，现在掉下来，你刚刚挖怎么可能？”然后就一直看，一直看，哦，看到文心的屁屁，哈哈，一直有头皮屑。写太早了。至少我们成功了啦！你们成功个屁啊！你们是输了什么？最成功的、啊，成功了、欸，成功！我们成功成功帮另一队拿到获胜哎、欸！哦，原来是这样、啊，最佳是这样，原来是安内啊！这叫最多间谍啊！哎、欸，佳佳，你刚刚怎么不穿装啊？对啊，我是在看你怎么不穿装。你刚刚超级超久。我那时候捡到团团一堆垃圾一堆皮革装，然后杨就说：“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我发现我都没有穿装哎、欸。”然后他当初还是得穿。对啊。然后我们刚刚在讨论那个鞋已经没卡。我们刚刚讨论说他应该不喜欢那个颜色。对啊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等铁装，白色跟他发色比较搭。”不喜欢穿衣服啦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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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本事开视讯啊？哈哈哈哈哈！不行，没有化妆，没有化妆，不能。可以不用穿衣服，但不能不化妆，有没有？不行吧？不对吧？可以不对吧？不穿衣服身体化妆是脸，那又不搭嘎，还是你身体会化妆？没有啊，你不懂那个，他一直是没化妆，就跟裸体一样。你们可能以后会看不到我台妆，不好意思哦。然后开台以后，为什么没化妆？他的衣服都化上去了。又化了，好强、哦！哇，厉害厉害，是不是？想不到，想不到，想不到吧？没有可以挑战极限，用画的说不定就不会被 ban 了。对啊，肯定哦。笑死！只要卸妆水就可以让你衣服溶解掉了。欸、哪有啊？欸、如果还有油性的话嘞？咦，我怎么跑来这里？那就、嗯、在哪里？你要有幸的话，一辈子穿这一件衣服。我刚突然掉下去，也吓死我了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超奇怪。你是不是踩破了？什么踩破？你都膨胀吗？脚太大了，屁股太大，连鸡眼跟屁股都是踩破的。
男人，这太瘦了，肌炎都穿过去了。哇！哇！奈如此啊！你是奈？啊，我们这场有金头颅。好，但它不是那个直接可以吃的，就是你还要收集黄金的。好，还要收集哦。好，对，就是跟金苹果一样，中间放头颅，四面弄黄金。啊，效果一样吗？效果就是会多更多一点，血会再多一点。哦，好的。你们要直接可以吃的。你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行的，用做的啊。好，就刚刚只看到一粒粒粒金昏哦。金很少是不是？对啊，蛮少的。哦，直接吃哦。好，刚才都是书本都直接吃哦。嗯，好，好，蓝蓝的。哎，我又下去了。我终于摆脱了。为什么我今天一直下去？那不是绿的了。绿色哎。没有啊，你今天只有一场没下去呢。我要下去了。疼疼掰。啊，酱油，你要继续当天眼兵吗？不要，哎、欸，不行啊！有繁星在，我繁星又怎么样？我在又怎样？我是说有繁星在，我要努力一点。那我当天眼兵。你刚刚说有繁星在，你是说繁星要当天眼兵是意思吗？我懂了，我有听得出来。我来，我来。哦，不是啦，那繁星，我赢你，哈，我们一起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，对，我知道，我懂，我也听得出来，懂，你懂。好了，绿队在今天9:07一起灭亡了。好，那绿队9:07成立，9:08组。至少存在一分钟。哦，笑到。